读吧。明天行驶100米后稍向左转。所以星期一没有停业哦，星期一没有停业了，星期二星期四你不用 magic。 不用换衣服。稍向左转，然后向左转。有老师退休，有老师更换啊，就是这样子换。我每个月
转。
车在左侧。色的方也找到吗？